台北市长张丰旭是在今天下午12点在中山堂堡垒厅以午餐招待了参加亚洲杯女子篮球赛的5个女子篮球队。张市长在参会中致辞，表示欢迎各国家和地区的篮球队到我国来参加比赛，促进篮球运动的发展。中国、韩国、印尼、泰国和香港的女子篮球队在参会以后也曾经以队旗送给张市长留念。